我们这次的这个客户啊，很特别也很神秘，所以就是为了保密起见，选择这儿。我感觉好像谍战剧啊。对啊，你来的时候没人跟着你吗？ 没有吧？我开玩笑的，走吧。哎，这集你看过没有？我还没呢，这刚更新呀。孟律师，在公园下班啊？张老师，我忘记说了，今天是张老师送我过来的。孟律师，请你不要借用工作的借口，占用云舒个人的时间。你说。 你如果不喜欢加班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没关系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老师，你是不信任云舒吗？请你不要转移话题，木然。我不信任的是你。不信任我什么？你总是借着工作的借口占用云舒个人的时间，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人会在周末的时间来。木然，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抱歉抱歉，吴先生，太晚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刚到。 这位是？啊，我是个路人。